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53岁具俊晔近照曝光，婚后翻红档期排满，演出现场是爱大 S。 据台媒报道，8月27日 SRO Taiwan 泼水音乐季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举行，但主办方在活动前一天才公布，包含二呢一队长李彩玲等海外嘉宾都无法登台，事后又发文表示不接受退票，仅提出买一送一的补偿方案，引起宣传大波，只能靠大 S 的老公具俊晔及电音界小贾斯汀丹尼艾维拉 Danny Avila 撑场。具俊晔自从与大 S 结婚后，事业开始翻红，档期也排得满满的。这次原本是安排他在开场时段与好友 DJ Junior 以 B2B 形式共同表演演出，但因为其他大咖海外嘉宾都无法演出，敬业的具俊晔紧急更改歌单，并调到倒数第二的顺序上场，独自一人展开长达一小时的 DJ 表演。具俊晔还特地为了演出准备 This is Love Destiny 当作送给大 S 的惊喜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